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今天啊，要来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频道会员要改变，要升级，要这样懂了吗？因为你们也知道，我要持续的练车，才有办法持续的获得技术，我才有办法持续的分享给你们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逼不得已的过程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但是如果各位持续支持我的话，我会持续把我学到的技术，就是持续跟各位分享，好吗 ？OK， 那我们采取的方式会是这样：我们频道会员原本有三个级别嘛，我们会取消后面两个级别 ，OK， 会保留最原始的这个级别。可以吗？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会新增一个级别啊，我们在9月1号的时候会新增这个级别，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持续支持我们的，你就可以就是升级到新的级别里面去。OK， 那你的会员标章啊这些东西都还会继续沿用过去，好吗？因为老师也是持续想跟你们继续取得联系啊，好吗？好，因为你加入几个月那个标章有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我又是非常对不对？念情的人，好吗 ？OK， 所以我希望你们就是那个标章，如果持续支持，那个标章可以继续沿用。OK， 这样我们彼此的联系比较不会断掉，金流也不会哦，不是，就是懂吗？哦，所以就是我会创一个新的级别，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新的级别。然后原本这个级别，我们在9月10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删除掉。OK， 然后我们从头到尾就只会留一个级别。OK， 那这个新的级别有什么好处呢？只要加入我们新的级别的车友啊，我们就会把你们拉到一个群组里面来。那你们在群组里面可以就你们影片看到的问题发问，还有就是你们每个月啊可以寄一部影片到这个群组里面来，然后我会就这个影片来跟你们讲解，知道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新的就是会员 OK 的制度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会员制度，我们会拉到群组。那你可以一个月可以放一部影片上来，然后我会讲解，就这样了，好吗？那谢谢各位车友之前的支持，那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，好吗 ？OK， 谢谢各位啊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